抖音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我今天非常开心的参加了这个意大利声乐教育家，女高音歌唱家卡普琴老师的网络课程。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声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一直影响着我不敢去参加比赛啊、试镜，所以我现阶段呢非常需要一个明白的老师来帮助你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问题，然后通过交流，卡普琴老师呢在课程期间帮助我明白如何去获得一个好的气息支持，如何真正的去用上你的后腰，如何真正的把你的声音唱进你的身体里，都是通过一些简单灵活的动作啊练习，帮助你达到你声音的这个要求。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结识像卡普琴老师这样可以为你明确解释技术要点的人。本以为我的声音问题呢需要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以上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解决，但是呢，通过老师给予的这个很好的方法，我就一下子做到了。那如何获得一个有质量的声音？所以，如果大家对卡普琴老师的教学法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系他哦，绝对不会收费，慢慢哦。